Samurai!你不是在找包铁山吗？不错，你知道他在哪里？他就站在你的面前。啊！你是包铁山？正是。你疯了！胡说什么？他不是包铁山，他姓李，是我相好的。 别逞英雄，襄阳王就在不远处，一旦让他们知道，你们就完了。如果我不出手，你们就完了。我们不用你帮，闪开！站在我身后，你不要再争辩，站在我身后。谁知道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老二。 让你的号码孩子抱住。啊，大哥，这……快去！啊，你们听着，趁时候未到，我有一句好言相劝。哦，什么意思啊？说说看。立刻离开这里，不要再与襄阳王狼狈为奸。这样。 你们还可以留下条性命，否则你们一旦看了不该看的，那就不用再想活着走出这家客栈了。才能能职工，中华 TV。